创轻食茶饮果咖的潮流，那我们也致力于打造咖啡茶饮然后蛋糕轻食的新时尚。波波冰系列珍珠手工熬煮的关系，那碰到冰沙口感还是依旧很 Q 弹。轻食的部分果咖系列，针对我们季节性台湾的一些农产部分去推出我们的新品，主要也是希望我们消费者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惊喜。来一杯饮料配我们家的蛋糕，因为玉京成立的初衷其实是想要制作好的产品给自家人，所以其实消费者的食安的部分是我们公司比较重视的。开源它算是大厂，它的供货上稳定之外，全台的物流上面的机动性都是可以配合的。太太奶茶或是满杯水果系列，咖啡师燕麦奶，还有牛乳的部分，创立大约三年左右，这几年的合作下来，供货的稳定性、品质的部分、物流机动性、开源这边的服务都蛮好的，是希望说未来我们也可以一起共创美好。客人可能会一次寄很多个品项，要兑换的时候，就会让我们的人员就是随机去为他抽出一个品项，就是这个还部分还蛮有趣的。